心嘴上说着不要碰球，我尽量不要碰球，我尽量不要碰球，这是一个保守的战术。保守什么？我会躲，我直接躲。哎，身体上还是完成了得分。接起来，停脚，举头，别想先后横着抽，这人后脚。就靠意外的效果，那个是林更新。嘴上说着不要碰球的男人，却还要躲分，身体还是诚实的。